今天要车一个零钱包，反面贴上扑面，拿出袖框放在零钱包下位置。锁紧。我拿出之前买的贴布秀，因为它背面有粘胶，粘上去就好了。现在拿出绣线，取出所需要的长度，剪断，拿出刺绣针。刺绣针与手缝针之间的差距在于刺绣针的针孔较大。拿起绣线，抽出三条线，穿过针，在布料上写要刺绣的字。照着图样绣，线到针时线不宜绕太紧，不然针不好抽出来。线绕的长度大约等于布料上画的长度，左手指轻轻捏住线，右手指抽出针，线拉紧，用针拨线让线平均。在中间缝一针固定直线，一样线不要绕针太紧。
缝好了，大哥结就完成了。留好缝缝就可以剪下车缝。这个零钱包车法别人有分享做法，我就不录制了。